哎，好啊，继续。下载地形中。你们等一下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就进来了。看看难度13:32啊，好的，这样就 OK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斧子呢？我的斧子呢？哎，上期我是干嘛来着？我忘了。总之我斧子没了，先做一把斧子吧。好的。对不起了，你让我给发现了，那你就死定了。还有你，这边还有一个鸡，哇，全是长大的鸡啊，不错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条弄到旁边去，不然我看不见小地图。好吧，我看我们身上木头还有多少？还够了吧？应该够了。我们再继续矿洞探索探索吧，走，找矿洞去。哇嘞个去，这附近全是鸡，大家可以看最右上角的小地图啊，全是鸡。哇嘞个去，把能力都调低一点，这样就应该好了，都一样啊。好吧，来看看这是不是？好，吓死我了，刚才我以为又卡，客户端又出问题了。哎，等一下，what？卡模型了？没卡模型啊？好啊，刚才游戏是客户端又卡住了，客户端又卡 bug 了，哎，真是无语。这地方怎么那么多鸡啊？我画面有个矿洞，我看见了。好，走。挖点矿。我的天哪，我那边全是猪。小地图上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，他就无缘无故刷了那么多动物。听说我的世界更新1.9了，我待会儿下去玩，下载去玩玩吧，顺便拍个试玩视频。这地方怎么没东西啊？我的天哪，连个铁都不给我！这连个铁都不给我！哎呀，好像浪费了。我在那边去宰点那什么吧，宰点猪。那地方猪实在是多的，让我看不下去了。好，发现第一头猪，开始猎杀。发现第二头猪，也开始猎杀。我的天哪，这地方猪！天哪！我是真的没有把游戏设计改什么啊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改。我的天哪！哇靠！简直了，这猪多的。好，还有你。OK，走吧。那里有个矿洞，我好像为了两头猪摔下来了。而且摔了不少的饱食度，算了，就先将就一下吧，将就一下。你给我下来，好。
个，然后，哎，算了，这样放。嗯，这样不错。看点木头，不能浪费时间，对吧？嗯。这样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在这边再拿一下吃的，吃下几个？哎，中了 B 海洋螃。嗯，啊，好吧，又抓起来了一头猪。这食物多的，根本吃不完啊！那这啊，有个催眠僵尸刷出来了，我们没有水啊，没办法，救不了他。啊，等一下吃的，等一下吃的，够了，好，走吧，Go。嗯，啊，我那里有空洞。那里还有好多好多猪，我都不想屠杀了。那算了，那就放过他们一命吧啊。嗯，看看我再往前走，哎呀，走错路了，往这边走，会有很广泛的啊一片，这片石头地。这边没错，矿洞我来了，蘑菇都采下来。这边有东西吗？没东西啊。这边有铁，我给挖下铁。好。在这边，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啊，往这边走，对，嗯，我来过的话，那边应该我没找过，哪边？哦，那边，就是这，对，没错，来过，哎呀，我的 fuck！这边像是都连着的，哎，好吧，走吧，我们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一看。这地方我来过吗？好像没来过，但似乎是什么都没有。再往前走走看，好。再往前，哎，前面有个矿洞，看到了，在这儿。嗯，哎呦，哎，好疼。做一下火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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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小心点错了，我已经听到小白的声音了。嗯，哎。啊，好吧，那么我再重启一下客户端啊。哎，好，我又来了。这客户端啊，我真不想多说什么了，这没有是假的。哎，那边还有。那边还有一个空洞，在这边。好，这边有铁。这边就没铁，这边就没路了啊！再去那个岔道走走。
还没，这边又没录了。好，再吃下去，继续往这边跑。前面又有好多空洞。不错，就在前面了，简直走啊！哎呦，哎，这边好像很大的样子。哎，不错，这个就不错，挺大。哇哦，为什么没怪呢？啊，明明是困难的呀。哦，我后面有个奇奇怪。嘿嘿。地图啊，真的是，真是太好用了。我看看，我这里就没路了，但是啊，那边还没，那边有几个矿，去看看吧。哎，好，哎，这边有铁，我这个吃饱都快被我挖爆了。把粒子效果关一下吧，这个好烦呐。啊嘞，哎，好吧。再往下走走，好，做多一点火把，好，做了一点，做了很多。等下，这个游戏声音有点大。好，好吧。这期视频录完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那个存档备份一下，就是上传到百度把那个云盘里面，我怕又死了之后啊还可以重来一遍，对吧？好，OK。哎，僵尸，我还怂你吗？上回被你们三个小白轮殴了，哎，真是不开心。我这边应该还有路吧？对，那边还有路。哎呦，小白，哇，我跟你什么仇有什么冤，你非得打我？哎，哦，哇，好。解决掉，这边还有僵尸。好，这边吃个瘦中肉没问题。那边还没走过，哦，好多铁。就两个。岩浆，哎，好吧，这个石稿快爆了，我就再做一个。哎呀，我不小心做错了一个东西。好。看一下现在是在几层，在52层。嗯，这上面还没去过，就一点煤呀。我们先把这个石头挖爆，看着不舒服。啊，好，爆了。哎，又卡了。哎呀，好吧。看看录多少时间了啊、
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啊，大家拜拜。